一上来看看四坤直接突打时间差，阿拉被盖了，来自李耀强的封盖，好球，球挑出来，吴月卓抢到，左手没有命中，来自古月卓，这边 Goran 给到内线 Milan， 第二次 foul， 可上，国际赛道考核官获得罚球机会，你身体确实占优势啊。